它这里有个口，把它打开，把手放进去，这边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。两个，规定两个。这个位置打一个小花。啊，把它解开，把下面这个位置抽起来打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是蝴蝶外套。把它这个位置呢拉下来，然后往后面。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心。哎，交叉一下，这个是八字的，像这个。有点的。有点的。有点的。这块布呢是几百的。就这么。最主要的是，它是可以把它当成条裙子来穿，这样子打开，套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把它套出来就可以了。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打。这个是裹胸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啊，或者你这样子把它打开，从中间穿出去，直接把它推开。对。